现在呢，大家看到的是一台玛莎拉蒂的莱万特，然后这个车是我一个很早的一个客户吧，当时是一台林肯的领航员啊，一个客户，那个客户呢是这个车主的姐夫啊，然后那天他联系我，他说他的弟弟要来找我贴个膜啊，好几天都没加我，最后呢加我了，然后开过来，我说开过来看一下，他说因为车上有很多的划痕啊，然后他这个机盖喷漆喷过的，可以看出来啊，然后前杠这里呢是整个换过的，因为出过一点事故嘛啊，然后其他部位好像有一个门他说是直接换掉，其他部位都是原车漆，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特地让技师呢做了很多标记啊，可以看到啊，直接露底了，对啊，这里是没办法处理的，所以说只能去补漆啊，只能补漆，对，然后这种小点特别被这种石子打了的非常的多非常的多，然后看后面啊，对，你看这里掉漆的哈，然后这里掉漆的，所以说现在呢方案还要找那个油漆的师傅讨论一下这个怎么去处理哈。我们的颜色都不对，颜色不对啊，它这个门那个过啊，要整个做门换过，它这个门换过，你看它颜色都不对的，对，我之前看到这一个面啊，这里算一个面要做的，然后这边这里抛一下，然后这里应该就这一段补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吧，因为就在这个附近啊，你这里我看到了，然后这里有一点，这里有三个地方，那这些没办法，这些人点这里为了这一些小点把整个门喷了不是不划算吗，所以你看客户嘛，总共你就算三个面嘛，三个面，哎，总共一，不是那算500呗，这些小的带的也算一个面，总共其实两个面带一点小的嘛，这些小的能怎么样嘛，对吧，你这个拿手叫你那兄弟过来拆，对吧，我不敢拆，要拿手，这把手怎么不敢拆，有时候螺丝怕掉下去，不会，你们拆的比较专业，对吧，这里能不能拆，哪里你越小越大，到时候了，哪里，这里你也只能补，要搞的话那你这里带一点点呗，不然我们贴膜包边的时候不好包，你这硬型车衣是吧，对啊对啊，拿了行，这个我就给你带了好吧，对啊，就这种带一下嘛。第二天我们那天拿过去做油漆的莱万特呢已经开回来了啊，现在已经基本上所有的漆面的一些问题已经处理掉了，我们一会儿呢给它深度清洗完呢，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是还有问题的，好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个门做了油漆啊，因为门把手拆了，然后这边呢我们是做了局部的油漆啊，也应该是做到这边为止吧，就这一道啊，之前这里有掉漆的，然后这个边缘呢这里都是磕掉的啊，然后还有这里现在呢全部给它修补完了，对，然后包括后杠上有一个小小的划痕啊，现在也没有了啊，对，已经处理完了，然后呢这边的后门呢是有一个很长的划痕吧，好像是这里哦，这边的后门是这里一道划痕，然后这边呢是直接掉肉的那一块啊，对，现在呢也全部做完了，现在就跟新的一样，那个油漆的师傅说呢他这个车当时换门换掉嘛，颜色有色差，现在呢可以看到不知道算不算有色差啊，这边新一点，对，但是颜色看起来新旧还是会有区别的哈，对，然后这个呢就是这台车我们要开始进行清洗然后贴膜了啊，
devil keep me colder. I'm a train wreck, I'm a car crash. Put your shotgun, get an airbag, get an ice pack for the weekend, cause she's stuck with me, I can feel it. I'm a train wreck, I'm a car crash. Put your shotgun, get an airbag, get an ice pack for the weekend, cause she's stuck with me, I can feel it.